久，我们中国有一个广告语叫"空调送风十五米"，就表示空调风大好。后来我就理解成，哦，没有声音，没有风，那是最高境界。你如果不拥有这个技术，可能到事业上永远没有突破。大概有四五十人吧。第一，带不走我的这个专利技术，其实他即使带走了，也是我以后要淘汰的。中国过去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不赌不嫖不做空调"。所以过去为什么人家对搞营销的人，并不是太瞧得起。你面对这个现状，可能我改变不了别人，但是可以坚持我自己的这个原则，改变我自己。我觉得一个人他一定要有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让你有难度。一个苹果挂在那儿，你要跳起来才能够到，这就是你的目标。您好，欢迎来到看板人物。天气这么热，你家里一定早就开冷气了吧？今天看板人物带您来到中国大陆广东珠海，因为这里是全世界空调销售量第一的中国格力电器的总部。现在是空调的旺季，在这边呢，每天可以生产31万套。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个国家，他们的销售都和格力的名字连在一起。23年前，格力电器叫做海力电器，那时候它只是个年产2万套的小小厂。现在格力电器年产6000万套，年营业额突破了人民币1200亿，换算台币呢，就是一年营业额有6000亿这么多，能够在短短的时间达到300倍成长的达标。很多人都知道，关键人物就是董明珠，他是格力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格力电器的董事长、总经理。业界有一句话形容他非常有意思而贴切，说董明珠走过的地方连草都长不出来，绝对廉明的风格，还有严厉治军的原则。董明珠带领格力快速的成长，他也成为富比士杂志所选的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名列前3名。今天看板人物就要邀请您一起来分享董明珠如何从一个基层的业务员做起，缔造了属于他自己和这个集团的传奇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董明珠，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格力成长的故事，欢迎你们收看，谢谢。哎，董总，很高兴在珠海见到传奇的董总在我们面前啊。先一开始我们就告诉观众朋友，世界第一，全球销售第一，这是一个量的极大。在你心里面，你跟着格力一起这23年，你觉得格力有哪些走到今天无可取代的第一？我们一直把创新摆在很重要的位置。那是创新，很多的时候就说，哎，别人有的技术，我们也在后面做出来，或者比别人好一点，那可能也是一种创新。但是我们的创新是围绕着消费者，才是我真正创新的这个踪迹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最早时候说，静音，过去空调风大，大家觉得，哎呀，空调风大好空调。啊，那我们认为风大，空调真正的最高的境界是没有风，可能这是我觉得，我们想的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像我遇到很多的朋友曾经说过，我们以前用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是百年企业的品牌，但是他认为空调就是应该大声音，但是我们送给了他意想不到的这个一样的一个效果的时候，他的感受是完全不同了。啊，所以我就追求技术的突破。关键是企业要有创新的思想，这个样才能保证你的第一。无论现在我们都知道，格力在全球销量9年第一，啊，中国16年第一，我们是第一个突破100亿的这个利润，啊，100亿的税收，然后突破1200亿，然后每年还在按照200亿的输入在增长。我们自己发明的专利已经接近3000多项，可以很自豪、很骄傲了。但是我认为这远远是不够，它永远是起步的一天开始。在这23年里面啊，因为董总你进格力的时候，你是一个基层业务员。对。我看你的书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在安徽和其他地方，这个品牌海力这个品牌根本没有人理你们。对对对。你前面还有好多品牌，但这个研发是怎么样的？它慢慢的翻转，然后成为在你带领的格力下面，大家认知这个是骨干。有这个骨干跟 DNA 之后，再来谈利润，然后才有所谓的利润最大化。在这个空调行业，严格的说，过去来讲的话，就是基本上是你抄我，我抄你。但是你从技术上来讲，它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当时我当时当业务员的时候，我就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总把那个小小的一个问题说成天大，让他们对对对，让他们引起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格力公司一直以来都注重质量，但是在技术领域的突破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从2001年开始。那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了，我记得一个人在晚上休息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白天特别劳累的人啊，思想过高度集中的这些人，他晚上就容易失眠呢，更加觉得这种噪音对他的这种伤害，就晚上听起来特别大声，对，特别的特别的讨厌。所以这句话启发了我们，我们企业该做什么。所以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对技术里面就研究越来越深入，直到后来我们成立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个研究院。我们研究什么？就研究未来，或者研究现在。我们消费者虽然生活在发生变化，但是它的质量是不是因为这个生活的变化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东西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之下，所以我们对研发经费从来没有封顶。没有人说你们今年投入10%的研发费啊，我说对于我来说没有概念，只要需要就一定要投进去。但是研发哦，就这个公司整个预算成本来说，这边在总部有研发人员7000，差不多7000多个，对，差不多7000，就10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开发人员。但你没有封顶的这个研发，走过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给研发人员所带来的一个不同的激励的氛围是什么？很多企业认为高薪聘来人才，特别是一些科技人士，都是用高薪来把他留在这儿。但是格力电器确确实打造了一个奉献的文化，奉献为别人。其实我们的技术人员意识到自己，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拿了多少钱，在于我创造了一个给改变了别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自然而然他那种敬业精神就不是外界来让你去做，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现在80后的孩子在领导岗位，在科技这个领域占到了主流地位啊，有的年轻孩子我们都会很感动。好，这个是我们的淋浴实验室啊。对对对，那就跟观众介绍一下。好，这个实验室后面那个检测方式呢是国际标准，我们现在认为国际标准还达不到一些恶劣环境下的这种保证，等于现在极端天候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检测的这种工况，是在12级台风状态下怎么样能保证它的运作，所以它的条件要比那个国际标准检测要难很多。而且我们有时候会下酸雨，各种不同的雨啊，来实现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应对能力。今年好像整个市场毕业又创一个新高，700多万，你们在海选上你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跟规模？我们在选择学生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考虑学生的这种，首先把这个德啊摆在第一，啊，品格啊，人格，对对对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比较爱学习的，比较勤奋的，同时我们也顾及到一部分这个农村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读了大学以后，像这些孩子，我们尽可能的给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机会。很多大学生虽然有了文凭，也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是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给他实践的一个过程，他不可能成为专家。那么这些人可能到出去，他到别的地方，他就觉得他比别人的知识要丰富很多。你认为他是对于中国整个工业在研发人才上面有一点摇篮的味道，这是你骄傲的地方。对对对，因为我经常说，我说我们是家电行业的黄埔军校。确实是。哎，上次你们的那个年度的大会不是都送到那个像军校一样里面去训练吗？对对对对对，我就按照我自己思想去做。我们现在生活物质已经发生变化了，应该说都非常好，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缺的什么？缺的是思想。所以我们今年已经2年了，我们年终的这种骨干以上的这个年终大会全部是在军营里面去度过的。辛苦一年啦，让他们到去泡泡温泉啊，啊，总结总结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教育就不大，而到部队是我们提升一种责任心。啊，到了，啊，注意腰部啊！一二一，二一，住营房啊，
跟战士一起同吃啊，激发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创新。别人年终吃尾牙抽大奖，大陆的格力电器却是把干部送到军队学习什么叫铁一般的纪律。大家同志们都很认真啊，训练效果也很明显啊，希望啊这些能给你带来一些收获，并且贯彻到以后你这个生活当中去啊。谢谢大家。请真正的军人叫战，就连总裁董明珠自己也参与，没有例外。不站在第一排，而是穿插在干部中间。董明珠要强调的是一视同仁，用公平公正带领他手下的八万大军。是吧？格力电器，台湾的知名度较低，但如果说大金空调，您就有听过了。随时随地，遥控舒适。大金又实现了一个梦想。格力除了自己的品牌，还帮日本内销的大金空调代工。日本人自己要用的，通常都比外销的东西好。这意味着能帮忙代工的企业品质受到肯定。格力计时变频引擎拥有变频核心科技。为了一窥这位全球50大杰出女性 CEO 如何创造她的空调王国，打败大陆海尔、韩国 LG、日本松下、三菱、夏普，达到全球市占率第一名。我们在他极有限的受访时间内，观察到他带企业如带军队的强悍个性。如果你要是这个纸没有被用，那我们发现了，那可能你会被开除。真的、没有影印双面就要被开除了？对，小到一张纸。我们在厂区车间里面过人行道的时候，要做到三点，一停。二看三通过，没有做到的话呢？没做的话，可能严重的话要辞退。大到工厂员工安全都有明文规定。我们是12点钟下班，可能就是5秒钟时间，下班铃声就响了。但是在这铃声响的五秒之前，看到我们的底下员工在吃东西，对不起，就必须每个人发50块钱。他的标准小到用秒做单位。打仗的话，你一秒钟也是严重失误的。现在还松了一点，你像现在长头发都可以。原来是在我当部长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从形象上讲就是长的短的它就不整齐嘛。可是头发又不影响工作。我觉得还是影响。业界用铁娘子形容他，说举凡他走过的路草都长不出来，因为处处硬如钢石。你们这上班是散了就把它收掉。不要把它收。不要这么多，是四个月。为了他不做，我就不让他做了。这个我管，你反正设计就是我要求的，对吧？记住了啊，文字要重新提炼。进马屁文化，进串门子聊天，进追逐打闹。员工电脑的萤幕保护程式是他颁布的总裁令，随时跳出来告诫员工，不守规定者一律辞退，触犯法律的送司法。铁面无私的作风，从8万名员工中，没有一位是他的亲戚略见一斑。对我的家里人也会经常说，你那么多的权利，你从来没有为我们家里人做过一件事，所以他们也觉得不理解。为了充分检验新员工的实际掌握程度，分厂技术质量科联合空三一个机关是吧？机关有罚，当然也有赏。企业不用空降部队，只要表现好就能被晋升。就连吃饭这种小事，高阶主管和蓝领员工都是平起平坐。在格力电器讲求的是公平，上到董事长，下到一线员工，大家吃的都一样，全部都是从食堂打上来的饭菜，一餐平均台币30块。干嘛？你们今天搞湖南菜啊？有阶级化的话，就不是对员工的一种关爱。公平就会增加上升力。一线员工下午还有下午茶，这在其他工厂几乎没见过。就连起薪都比别人高，其他地方是25000到30000之间左右，就这边35000到45000左右，每年还有那个特别奖。你好，其实我们这次的拍摄申请单已经获得我们单位负责人还有公司领导的签字，请审核。可以。这个地方是格力电器的实验室，相当于他们的心脏，戒备森严。在里头，科技研发的团队就有5000人，而且呢，平均一年200亿台币的研发经费。只要是跟研发相关的，经费不设上限。董明珠。
花钱不手软的，还有在技术研发上，企图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般情况来说都是20到21左右分贝。这里是我们造云实验室，这是我们的这个吸音门，它厚达到了1米，它两个耳朵它是模拟着人耳对声音的一个接收的这个状态。造价将近整个房间，它是整个这一套是将近300万。这一些呢钢板呢都可以承受5公斤的那个积雪的温度，零下10度，湿度94%。我们这下雪就是模拟那个北方能够在这个空调上面覆满雪，能够让它正常运行。另外，这个降雨量超过250毫米、风力超过12级的特大暴雨实验室，每一项都造价不菲。从基层业务员到全球最大空调掌舵者，短短22年，董明珠将格力的营业额从25亿拉升到1000亿人民币，外界称她魔鬼女教头。他的名言则是：如果一个人活100岁对社会没有贡献，那你宁可少活10年。 TVBS 新闻，谢贤熙、陈向如，广东珠海报道。好，董总，现在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好冷，这是一个环境实验室，我们可以做零上54度到零下30度的检测。现在是零下30度，在冰天雪地里面，我们空调在运行当中。哎呦，整个冰雪结霜。对，特别是在北方的时候，在这完全机器被结冰以后，它还能运行，啊，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拥有的最顶级的实验室。所以出厂测试都要经过这一步就对了。对，因为你只有这样做模拟试验，你才能真正达到你的品质的保证。就中国制造业、中国制造本身的这个技术水准，其实它一开始就是服务这个13亿人口，所以从这样一个市场起步的这个技术能力，它照理说应该是非常扎实而全面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现在中国制造总的来说，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好像还是会容易被归为次级品。或者是劣质品这样子。因为过去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前10年完全应该说是没有自己的技术，我们更多的依赖于什么合资啊，或者是所谓的技术合作，这个技术转让啦。但是我们格力电器最早的这个前10年也一样的，就纯粹用靠质量啊，这个厚实来保证它的使用，但是并不是技术领域的突破。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是想仿效其他的企业，因为我是一个专业化企业，我们是不是能跟别人去合资啊？你不是去日本买？对，买人家一个技术。但是我们到了日本的时候，我们想买最好的技术。那时候是，2001年，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技术我们是不能买的，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那么，所以当时这句话就提醒了我们，就是我们回头再看过去我们打造的产品，虽然不坏，质量好。但你是不是技术是最先进的？那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我们空调，大家都在过去，我们中国有一个广告语叫“空调送风15米”，就风大。15米、啊，哎，这空调好像就是空调送风15米，就表示空调风大好。空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没有声音，没有风，那是最高境界。所以你就要自己去，你如果不拥有这个技术研发能力，你依赖于别人，可能到世界上永远没有突破。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一个制造业不仅仅是为了赚消费者的钱，而应用你的技术那改变了别人，给他们提高了生活质量。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绝对不能允许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开发你的技术，所以我们更加要强调我们的研究。那我们今年刚刚成立了一个环境新能源研究院，你空调也搞这个研究院干什么？那我觉得是有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用光伏空调，给消费者带来就是台湾叫太阳能。对，不要电费了，消费者是极大的收益。但是我觉得我不仅是为消费者带来收益，最重要的是社会这个人类地球的资源总有一天要耗尽，那我们能不能少耗尽它一点？董总，在你这23年从基层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在部长的时候，你也面临了一段时间公司政治内部的竞争，或者有的人讲白了是斗争啊，就你有过人微言轻的时候。所以当你没有那么多权力的时候，那时候是你是怎么样一步步的去说服别人，然后你坚强你自己的意志，然后这样子拼熬过来。因为我当业务员也好，我就给自己就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做人最底线的要求。当时我们公司94年做到4个多亿的时候，
我做了1.6亿，所以你占份额占了1/4以上，全公司。对对对，那别人就觉得你董秘书何必呢，那么辛苦。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个岗位我要负责责任，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自己也是有一种非常的骨子里面有一种，就是我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啊。所以这样呢，回来当部长确实面临了一种更大的挑战，因为当业务员只要去跟经销商去服务好，可能我生意就做成了。但你回来不是是管一个队伍，你面临的这种挑战就跟一些不良的习惯要进行一些博弈啊。比如当时我们那个回来当部长，内部的管理非常混乱啊，财务跟经营部之间的这种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而且这种问题带来的，对企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涣散；第二，各自为政；那第三个，由于你前面两个因素导致的外界对你这个企业的信任度是在下降的。我跟我们老总讲说，我回来当部长不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当业务员拿100多万，回来当部长拿10万，我牺牲了那么多，就希望做成一件事啊。所以当时呢是挑战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由于得罪了一些人，这些写举报信啊，到处投诉啊，编造事实来搞你啊。但你心里要有个定力，我问心无愧，我经得起别人去检查。反过来，你更加增强你的斗志，就是你一定要跟他斗，必须斗，因为你不斗，正气上不来啊。所以这种博弈你也是要自己要有一个考量，就是我为了什么。我觉得我是为了一个人生的价值，就是我要让别人瞧得起我，我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而且我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你就要去跟他去这个不良的习惯去做，很细，很多了，太多了。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完全的白纸，让所有看不惯董明珠或者被董明珠剥夺了既得利益的人没有办法在这个白纸里面找到黑点。你比如说，我讲最简单，95年自己很有权力，虽然是个小部长，但是县官不如县官，权力很大。我们那时候销售还有淡季旺季，所以这时候很多人都会很容易就找到你的家里的亲人，通过亲人来多拿一点货。哥哥，对对，多拿一点货。那这个是当时如果说我稍微考虑一点个人的利益，那这样子一通过我哥哥转手，我哥哥可能一年能搞1-2百万，家庭是好了，但是你失去了整个一个经销商对你这个企业的信心。是后面你10多年你哥哥不太跟你讲话？对，一直不跟我讲话。所以这一点来讲，你就要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大家觉得我董明珠不值得，就是别人都在混，而且甚至于有的领导信任的时候就利用领导的信任为自己捞了很多的权利，所以企业搞不下，多少企业倒闭并不是说因为外部的环境，而是你内部的管理不善，或者没有人去坚持这个原则。你要的是尊敬，然后你要投身的企业也是一个你能够尊敬的企业，所以那个时候有人挖你，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人家跟你说，董明珠，如果你做到100万，我给你提成5%，那不得了，那就是人民币一年。对对对对，如果到他那个企业做一个亿就可以拿500万。对，可是你在90年代初是非常高的一个诱惑。但是我就讲了一点，就是一个人他不仅要有感恩的心情，还要有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格力已经待了4年，就是我觉得我把人家说会说才4年。对呀，4年，但是这个品牌通过我在市场上的营销已经得到市场上商家对你的尊重，我觉得这个价值是用钱是买不到的。对，董总是一个很特别的，有人说商界铁娘子，还有我们开头讲的，因为他的这种观念在90年代一路走过来，所以他走过的地方草都不长。别人是这样说，那是因为很多人希望从你这得到极的利益者，结果你不给他了，所以他非常恨你，他觉得你走过的路不长，他甚至于诱惑你，我拿了这个钱我们俩分，给你一点。但被你拒绝之后，他就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大家都能做，怎么到你这儿碰了壁，就是好像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特别恨。你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没有车也不能走到车道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你让台湾观众知道走到车道上几回事，结果就是被开除啊。
好多，我这员工餐厅哦。对啊，所以你自己也有很多时间来这边用餐。我一般大部分时间是在我的那个办公地点，他们用自己的菜推过去。哦，我们所有的管理层都会在那儿去拿菜，那菜东西内容是一样的。那你吃饭的时候就是吃盒饭，所以你一边吃饭要人家跟你开会。对，我们的高管会在一起聊天。聊天啊，会聊天。难怪你那么瘦，因为这样吃饭都不消化。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好，那你也拿，你是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好，又兼总裁。这个在这段历程里面啊，因为你从基层开始做起，你心里面现在骨子里面觉得你自己谢谢还是基层的那个部分的性格在哪里？我们很多的企业认为科技人员管理人很重要，他们不重视员工，但是我觉得员工他更重要，他哪怕一个螺丝钉不打好都可以给你产品带来质量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他担负着不同的责任。我虽然搞营销，但是我一直强调质量是最重要。今年中国大陆大家都提到那个春节之后啊，沿海缺工。哎，谢谢，帮我问一下。我就4块钱吧。好，谢谢。我们春节之后，我们的劳工回来的这个倒班率是多少？跟你这边啊？今年达到了97.几%，就基本上都回来了。那你在员工福利这个部分，我刚听说在格力这边手机费用今年开始都是公司付。手机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员工呢，就是他每个月他要，自己打水要自己付费嘛。我觉得那我就，一年也就是1000多块钱嘛。那我觉得我们企业有能力承担这个，这样员工能够过得更开心嘛，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电话费用由企业来支付了。你这样算的话，你讲一个月或一年带你企业大概拿1亿嘛，1200亿分之1亿付员工的手机费。不过这个董总最有名的，他是恩威并施啦。我现在来看哦，第一个大家穿制服很整齐，然后我发现你这边女员工的发型也是很整齐，我刚刚忘了仔细看他们走路的样子了，因为这个董总连走路的那个样态啊，从你在当部长的时候你就有规定。对，哦，就有要求。对，如果这不是为规定而规定的话，为什么你要规定的这么细节？因为我觉得就是日常的行为会对他的整个一个习惯呢，非常重要，所以他养成了一个很好良好的习惯，那这样的话他对工作上面他也会有严谨的要求。你在这个我问了一下格力这边，现在80后的非常多，你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下，你自己觉得高纪律产生高效能，这个透过哪些经验证？我就觉得就是企业文化，就是很所有的员工的行为，他的最后合起来就是你企业的文化。你有明确的规定，有他哎自己知道有个约束啊，我必须在人道上，即使没有车也不能走到车道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安全？你让台湾观众知道，走到车道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被开除啊！如果我们没有严格的要求，他可能随意走到上，合着就发生这种安全事故，被车撞了，啊，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件。那这个带来的后果就非常严重。对，看《骑行天下》这本书啊，那个时候你当部长的时候规定大家不要在办公室里面吃东西，那么后来有一个人吃东西，就是那时候被董总当部长逮到了，罚100块。那时候100块 RMB， 但是后来私下你跟观众讲吧。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家庭条件并不太好，惩罚是必须的，但是你不因为惩罚给他带来的就家庭没办法，就是正常的生活都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你并不是说哦，我表面上处罚你，后面把这些钱又还给你，不是的，处罚一定是处罚的。但是从你个人的这种帮助的角度，从你自己私人口袋给他100块钱，他是会很感动的。所以他从那以后这么多年来，这个员工到现在还在我们企业，但是这20多年他绝对不会再在家里带东西来吃的。对，这个还有一个董总在格力里面很清楚的就是格力不接受跳槽挖角这件事情。对，这个格力不干。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一旦跳槽的员工永不录用啊，为什么对你来讲这么沉重，你要有这么永不录用这样的一个规约？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就是大家呢形成了一个不好的这个这种，应该说行业的不好的文化，就是自己不愿意去付出，就是恨不得转手就把别人的这个人才挖过来以后，马上就为自己所用。那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就培养不出人才了，你也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技术。那我觉得我不断的输出人才，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价值啊。所以他愿意走，我也不一定会要把他留下来，因为他本身对你企业就不忠诚。他既然想到走，他就肯定是不忠诚的。那永不录用的原因又是为什么？不给他，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我觉得应该给我们企业忠诚企业的更多的年轻人机会。如果他再回来，就是把这样的岗位我又给了他，实际上对我们企业的这些忠诚企业的人是不公平的啊。所以我不坚持的，就出去的人是不能回来。那2013年，不是听说有个美国公司一口气从我们格力挖了50个人啊？有没有夸张？有大概有40-50人吧，40-50啊，那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有700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队伍，所以他是专门挖你们的研发人才。对，但是他即使带去了，第一，带不走我的这个专利技术；第二个呢，我们技术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他即使带走的，也是我以后要淘汰的。后来在格力里面有没有带来很大的震荡？没有任何影响。好，我们看到这餐厅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吃饭，我们先开始吃饭，等会儿董明珠董事长还有更多的格力的故事跟他个人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听说中央空调不用电费？是的，用太阳能。那我每年可以节约电费10亿。当2013年大陆首富王健林为格力在全大陆广告代言时，能喊出冷气不用钱的口号，在背后付出的是一个又一个被戏称为科技疯子的员工不眠不休的打造。很多专家认为我们这是工业革命，而且是颠覆性的。35度气温的高热下，董明珠带我们登上这个在珠海总部的7层楼工厂，问世前默默模拟实验了2年。他说只靠太阳能和专利压缩机就能实现冷气不用钱。是4000平方，可以提供20000平方米的这个空调的使用需求量。那它主要关键技术不是在这个光伏板上面，而是在我们的空调内在的一个技术突破上面，就光伏直接支需到我的空调里面去，让它转换成能量。这个全球独家专利花了格力多年努力。这一栋啊？对，它能够把左边这一栋大楼就提供起来。对。另外你看，就是这么大一点设备，就是一个发电厂。那中午阳光强烈的时候，我们的电源下来，这边是用不完的，它同时分流到电网去。那像现在太阳光已经下来了，没有了，因为20000平方在用。这时候呢，除了它的电以来进来以外，然后我们同时还要从电网里面收回来一部分电。我们已经卖了城市电网，已经是16万多卖给了城市电网。冷气不用钱，还能发电赚钱。格力研究经费无上限，旗下有2个国家级实验室，7000名研究人员，光是2013年就申请2700项专利，平均一天有8个专利诞生，都靠自己栽培的研究人员。他是其中之一，也80后。他是不是就是你们讲的科技疯子啊？对，就是他。不过他是其中之一，就是你看有一些地方好像是一个研究机构，但他不能很快转换成生产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这些都是从学校一毕业我们就招进来的，等于是我们这个平台培养了他们。像我们企业所有的研究技术人员都是自己大学生培养的，我们没有什么所谓外面讲的什么专家，对外一吹牛讲我们有多少专家，我不吹这个，我没有，但是最先进的技术在我这儿。然而不眠不休的不只是科技疯子，也包括董明珠本人。他的午餐时间几乎都用来开会。我就讲你这数字肯定有问题。这是。1年6000亿的市场电机，你认为七八千用多少？对半吧。6000亿。它的那个七八千在里面占比是非常高的。
是不是很高？30%。那30%，那就2000亿啊。跟总裁共进午餐的压力可以想见，因为原本50亿的业绩目标，吃顿饭就当场加了一倍。现在那小电器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电器厂很多。那就是嘛。起爆线厂也。那你，我说你们概念就错了。起爆线厂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嗯，董总说的是100亿，够啊。就是嘛。市场变大，业绩就能变大。业务出身的董明珠直指画地自限的问题，让几乎都是80后的高阶干部对他解读市场佩服的五体投地。而董明珠的用人，光看形象广告就叫人印象深刻。用堆高机穿针引线，令人啧啧称奇。一个拥有8万员工的大企业，用最基层劳工的故事代表公司，也说明董明珠对待员工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7分半钟的形象广告里，主角都是各式各样的基层员工，董明珠只出现8秒。格力不仅拥有叉车冠军，还有很多其他项目的冠军，可以说格力空调是一群明星打造出来的产品。我叫曹祥云，我为在格力。如今这位小曹已经担任主管，负责教育训练出更多的叉车手。可能像一般常人，我努力做好工作就行了，但是他还会有创新的思想，他想把做到最完美，这就是他最让人们要去学习的一种精神，并不是我们讲一线工人，你为什么把一线工人给别人看啊？我认为不，他不是一个一线工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他手下，每个人都必须是明星，而决断明快，明白展露。巡视刚刚展店一周的旗舰专卖店，董明珠直言，产品如果不够独特，就等于白白制造。搞一次活动，你不要搞同样的产品，记住，你老搞同样的产品，有时候完全是资源浪费。你看，两个都是一样的，都不行的，你多少新品都没买好。董明珠说：“中国制造已经是过去式，他们走的是中国创造，只有不断创新产品，才能借由定义市场，保持领先。”哇，这个美女，这样嘞，来吧。连随行人员都几乎没看过董明珠除了工作之外的样子。她组织全珠海的女性企业家定期聚会互动做公益，标准狮子座的领袖气质终于多了份女性的妩媚。下单下单下单。作为大陆企业最佳10大 CEO 中唯一的女性，生活必然处在无数赞美里头，但是最后她的定见显然没那么容易受影响。这样，不要。她是董总的风格。他的2本书，书名从骑行天下来到了行骑无悔，正如今年60岁的她，要让自己成为东方明珠。因为格力现在进入200多个国家，所以就格力本身的市场来讲，它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市场，对不对？对，过去呢就有淡季旺季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都是要用的产品了，所以它就基本上是没有淡季旺季了。我想穿插一个小故事，就是当你在做业务的时候，到后来这一段还在中国大陆啊写进那个电视连续剧的这个情节里面，就是你在那个冰天雪地下雪的冬天啊，卖掉200万的单。他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冬天我们这里到冬天就没有商家来求你的，我们基本上是求商家把货给他，要他拿货走，而且他是不付钱的。所以当时我在那里能够在冬天11月份最寒冷的时候，人家给了我200万，大家觉得是一个奇迹。就是你，而且就老是坚持先付款后到货，这个就像我们讲给别人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说让他过不了，是让他有一种这种挑战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如果你把两百万拿过来，他势必他拿了货，他一定要琢磨，我要想办法努力去开拓市场。原来目标没有想到两百万这么多，那有一个原来预计跟他说谈全年希望做了两千万，然后就不断的升级，跟他说已经两千万。当年超级业务员的董明珠其实不只是死缠烂打哦。这是一个态度跟坚持。中国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我们空调行业这流传很久的，就说不赌不嫖不做空调。真的还假的？真的。小心人家骂你说破坏形象。不是真的。我们在一起就是靠赌牌啊打牌啊或者喝酒，吃饭喝酒基本上都是常态化的。所以过去为什么人家对搞营销的人并不是太瞧得起，他是有道理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你作为一个女同志去做这个市场的时候，你面对这个现状，你怎么去改变它？可能我改变不了别人，但是我用我更先进的办法或者更好的方法，既保护自己又能把自己企业产品卖出去的方法来感动他们。我们现在这个展厅里面啊，董总还很自豪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说独步全球的技术，我去看一下。对对对对，好，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你自己发明的，过去叫做长期以来压缩机都是一级普通压缩机，像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我们现在发明了这个双级压机，就解决了过去空调只能制冷不能制热的这个一个现状。现在我们可以做到零下三十度，保证它的制热效果，这样我们的市场空间就更大了。这什么时候研发？这是我们已经研发出来有四年，四年的时间。然后它本身还有一个设。你们很有意思啊！你在介绍他这个发明的下面，你一定有一个栏目叫社会意义。对对对对对，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节能。像这种压缩机，如果在中国市场全部用的话，我们相当于一个三峡发电厂的发电量可以节约下来。大概哦，相当于半年的发电量，那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4412万吨。对。那接下来这个是一赫兹的，对，这个可能在进到我们那个生活经验里面就更多了。一赫兹这个也是你说是独步全球的专利，它也是保持你的温度不停机，但是你不停机如果快速运转，那你温度不断的要下降嘛，它要在一个恒温状态下，所以只有这一赫兹就是它通过充分的微调，哪怕是0.1的温度变化，它马上把它调整到位。那一般的空调基本上到了这个温度的时候，它就会停机。停机它温度再升高再启动，那耗电就高，耗电是2000多瓦。它的特点是非常的明显，它就是保持你的恒温状态，就像我们平常小时候玩的那个打边螺的那个东西，那你快速运转是很容易做，而你让它不倒很慢的速度运转它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刚刚听到现在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那时候董总变成超级明星业务，因为他讲一个工业的东西，是讲的让我们一般人一听很容易就听懂的。他跟我一样，他只不过是做手机，我做空调；他只不过通过网上销售，我只不过通过千家万户的这个专卖店来服务于消费者。那这种两种不同的模式，他的根基比我浅多了。谢谢董总啊，现在带我们来到这个生产线上哦。格力的也跟我们讲说，这个董明珠每次都跟我们要求要市占要第一，而且要绝对第一哦。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和第二名的差距只有13亿，但我们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差距已经达到了500亿。这是第一个第一，第二个第一，我觉得我们拥有的自己的发明的技术，在这个行业里排在世界第一。我们的专利有10000多项，但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已经有3000多项，就是我们现在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一个黄埔军校。就是我们很多的企业挖我们的人过去，他带走的是过去的技术，我们不断地创造新技术，那这个新技术你才能保持你的这个增长。你为什么每年然后不时要提出那么多指标，它都是你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一定要有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让你有难度。我们就希望什么，一个苹果挂在那儿，你要跳起来才能够到，这就是你的目标。可是当你已经做到了1200亿的年营业额人民币的这个目标以后，你现在提出很快，现在2014哦，你2017要2000亿，你为什么这么快又要追上这个2000亿的这个目标？其实200亿的目标要想实现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口号，或者是哎呀市场来买我做点广告，不是的，就是要用你的技术去打动它。那去年12月你跟
雷军打的那个赌，到现在还很多人在讨论。他本来赌你一块钱，就是他五年内可以超过你的营业额。他现在小米是300亿嘛，你1200亿，后来你一口气你把它直接加到10个亿，10个亿。对对，因为我用概念去炒作，因为像现在大家都讲互联网时代，我想问互联网是什么？那你就是说互联网我就像个蜘蛛网一样的，那没有那么多的实体，你说蜘蛛网是不成立的。那我做制造业的，我的根基在哪里？就是我的技术和我的产品质量。他跟我一样，他只不过是做手机，我做空调，他只不过通过网上销售，我只不过通过千家万户的这个专卖店来服务于消费者。那这种两种不同的模式，他的根基比我浅多了，他是没有办法跟我比的。你觉得会不会有，不好意思啊，会不会有人亡政息的问题？因为你的要求这么绝对，这么严厉，这么直接。因为我觉得一个企业真的像一个军队一样，它必须要有规矩。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干部队伍起来以后，这个核心团队出来以后，它会引导一个正能量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当我们不需要利润的时候，我们给社会做到极大贡献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利润也顺其自然的也就收获了。对你来讲，工作就是生活，好像已经没有切割。我就是这样感觉，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成就一个大家的时候，必定有一少部分人是作为牺牲者。可能我觉得我选择的是做牺牲者的这个角色，而不是去享受。而且我觉得我实际上也享受到了，享受到什么？享受到这个过程，因为你改变了别人，因为你成就了一个品牌，因为你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当人们讲到这个品牌的时候，依然是投给你是尊重的眼光，我觉得这就是你的价值所在。第二个价值，大家对中国制造都认为中国制造就是低质低价的代名词。我去年到东东的时候，东东的消费者就这样说，格力空调实在是好，但是你如果不在中国制造，他叫你去泰国。对对对，他说我们这个更好，他你要在泰国上。我想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跟一个小小的一个泰国比，为什么别人会有这样观念？我就应该要为这件事去努力，让中国更多的企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一个人类。今天非常谢谢董总，好，也希望这个善循环能够扩大更长久更远。谢谢谢谢谢谢。